放过我吧，我快50岁了。陈奕迅开演唱会累到崩溃，500看了很震惊。你还真唱啊，你难道是假唱？500笑了，我不唱。以前还要唱一句起个头，不要再想你，现在他一句都不唱了，甚至连伴奏都懒得弹，当起了甩手掌柜。网友直言这样的演唱会可以开到90岁。还有网友感叹500太惨了，全场演唱会观众居然就他一个，太惨爆。比500还要轻松的就是当导师了，未曾开言先转定，轻松赚钱还超有面。可是刘德华却说不敢当导师。我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我不知道，我怕。我觉得你是可以的。我不行，我不敢。华仔太谦虚了，有人甚至说他不是歌手。刘德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歌手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杨坤的地方，就会想起刘德华的声音。我一个阳光，阳光，阳光的。